那个时候希望那个工厂能像电视上放的那样，可是到了那却令我特别的失望。是这个价钱是真的价钱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这价钱是不是真的价钱啊？这上面写的是真的价钱呀，这是衣服的价钱，这个很贵啊，那你觉得谁会买这样的衣服呢？没想过。